迎加入 Shopee。作为 Shopee 商户，您将有机会接触超过200万新加坡 Shopee 用户及参加 Shopee 赞助的促销活动。如何接受 Shopee Pay 付款？首先，在门店正确摆放您的 Shopee Pay QR 码和其他宣传材料，然后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 Shopee Partner 应用，使用 Shopee Pay 提供的初始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应用，打开应用通知，避免错过任何交易提醒。如您使用管理员账户登录，您将可以查看任意店铺的交易情况。恭喜，您已经准备好迎接第一笔 Shopee Pay 付款。收款时，请确保您的客户点击 Shopee 应用左上方的扫描按钮，并扫描您的 Shopee Pay QR 码，输入支付金额，并选择兑换已有的 Shopee 币来获得更高的折扣。每当支付成功，您会在 Shopee Partner 应用中收到实时的交易提醒，并可在交易列表的最上方查看最近的交易。如何退款？首先，确认您已在管理员账户中成功设置店铺退款密码，点击设置，选择设置店铺退款密码，输入您注册的手机号上收到的动态验证码，并设置店铺退款密码。如果您需要退款给客户，点击该交易记录并点击退款，输入店铺退款密码并确认后，您将看到退款成功页面。您的客户也会在他的 Shopee 应用中收到退款成功通知，并查看退款记录。Shopee Partner 应用也提供交易明细查询功能，点击进入收款统计页面，您可以选择查看每天、每周或者每月的交易。Shopee Pay 会每日自动结算您当天的 Shopee Pay 收款金额，并在第二个工作日汇入您指定的银行账户。如果您在使用 Shopee Pay 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，请在设置页面点击帮助中心，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获取帮助。再一次感谢您成为 Shopee Pay 商户。